一共三星英雄，不是四飞英雄，不知道有几个呀、啊？一共十二张啊，十二张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九个，他那边有三个。哦，那正好就十二。我要是能有九个的话，吃点饭。那我递也能递得出来呀，我要运气好的话。当然最后一个的概率有点低呀。还有七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上来就给妮蔻啊。两把大剑，两把大剑能干嘛？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福星菜啊，那我们就娱乐一把，先来娱乐他一把。小绿人品了，升了吧。这个露露应该卖，不过找着哥不重要。你咋的呀？你大剑多是吧？不是，你装备多，给我上装备，那他也打不过我。我们不用放上装备呗。我把这蜘蛛卖了，我把这蜘蛛卖了吧。我拿个锤石。我没有天选之人呢，因为啥呀？谢谢白白家的侄子。这轮抽奖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只有九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一个500块现金红包。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了啊！大家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。三星红好像没有现在厉害，不行，银马不要了，银马撇了。感谢英伦割掉，三星红有俩神盾厉害吗？
谢谢郑志和怪兽打超人，感谢萨库拉打怪兽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。没打过，倒数第一输了，哎，有点烦。烦死了，啥也没有，简直是烦。谢谢孙悟空蓝莲汉三个鱼丸出面，谢谢谢谢。谢谢魔教中魔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。你不会连我都打不过吧？这拉克斯干哈呢？打假赛呀、啊。你拉克斯有点演戏了，这拉克斯也太能演了吧！我操，他没打过我，感谢雷鸣战神岩。那从这轮开始吧。谢谢坐火车去旅行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，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都不上装备，我这强度应该不太行。不是吧，又要赢了。输不了啊，我天哪，哎呀，算了，那我就连胜吧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唉，君要臣赢，臣不得不赢啊。哇操，这装备，这装备都简直了，简直不像人给的装备，太牛逼了，这装备给的。
猛的不行。先给个龙刀，这边上个无尽还是上一个？想一想啊，上春哥加青雨儿，最后上把无尽也行。青雨儿配无尽行。你可打不过我，我一枪都给你崩了。当我没说，果然刺客还是我爹呀。我原本以为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呵呵，回头一看不对劲，这不对呀。有没有三星进来一把？福星呢？九星红啊，你确定啊？我这星红要拿了我就开始连胜了。我把它换一手位，不好玩，不玩了没意思。星红之月有什么好玩的呢？那不有手就会玩的东西吗？呀，感谢小西瓜青山书的七彩祥云柱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出神话了？精致连败，兄弟们，这就非常的虚浮了，这就连败的好啊。你是马没了是不是？你天天跑过来找我，你是不是没马啊？小伙子，你跑我这干嘛来了？小王八犊子。小法师有人要没？没人要，我要了。他是德赛，他是个屁，他德赛。哎呦啊，兄弟们，这把近三星有没有搞头？有没有搞头？有搞头，应该是有搞头。来来来，妖妖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我上个猎人吧，要不？我把这个拿着。妖妖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
这剑没有聚伤，怎么感觉给人刮痧呢？再来两枪，把那金滑板鞋给他毙了。这滑板鞋才能打这么点血吗？嗯，宗师不要，我们不能赢啊，我们一定不能赢。上两个进，哎，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。这一手精致连败，败得我非常的开心啊，非常的开心。上什么进？上进不要赢了吗？呢上马上进不赢了吗？赢了我们不拉了吗？那能赢吗？这突然之间给我赢一回合，我还玩不玩了？不会吧，你不会连我都打不过吧？我可是一直在输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给我输了。加血二打一，再杀他一个，漂亮。能不能给个福星或者神射手？我没赢啊，我赢了，我操，我赢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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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了一个进。哎呀，刚才怎么赢了呢？不对呀，刚才这怎么会赢的呢？给个暴击手套，前排老母狙已经准备就绪了。我们拉八不？我们拉八吧，我们拉八，这一波拉八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上他两头猪。一枪把这猴枪毙了，给我枪毙，闪避了。杀一个，虚区低了啊。哎呀，来了个刀锋，我操。嗯，这手刀锋可不太好办呐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刀锋装备也行，其实这刀锋的装备其实也行。拿不？不要啊，不要也行吧，不要也行，要也行。就是要的话呢，我们现在还得重新再整，没有阿卡丽，而且费点劲。神射手现在差个积木，
下波我们直接开地啊，下波直接开地，无限地。等我们回来以后，先吃一轮连胜，然后开始一顿地，地出来七八个进，然后我们给他升到三星，使劲儿的，漂亮啊！哈哈，哎呀，嗯，先拿他一把无尽，省得虚区不够。现在光有青雨，他没有巨杀，区区稍微不太够。八级没有一二费天选了，不要一二费天选，要一二费天选干嘛？有六福星我们上六福星，没有六福星我们上六射手。无尽不如巨杀，无尽配青雨不挺好的吗？百分之百暴击。没有能要的。也没有能要的，老头稍微拿一手吧。我整出来他妈个猩红之月，我操！不要。猎人的狼人，刺客先撇了啊！猎人的狼人，其实也不太好啊。哎，有没有好点的东西呀？天哪，有没有能用的呀？这也不好用啊，这换个福星也行啊。剑魔上一手吧。最好有个劲也行，给个劲也行，差劲了现在。来一发，差劲了呀！能给点妮蔻不？我现在真差劲呢，真差劲呢！现在给点面子行不行？给个劲吧。猩红之月我也要了，这么多卡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当了的感觉呀！
天选呢？这是真是有点上当了，我发现不行，这玩意儿不能要，这玩意儿一要了，指定就上当了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能要啊！要了就是上当，这也没有啊，这。别想了，没有天选了，为啥呀？为啥没有了？凭啥没有啊？怎么就没有？这不有都是呢吗？这不天选有都是呢吗？最后一地，哎，你妈卖批！我给老头生了，我不管你们了，你们爱来不来吧。我这青鱼有用没？电刀、冰心儿。正义之手，电刀好一点不？电刀发一可以。没想到我们居然能一直赢下去，但是我们没有福星，也没有神射手，就这么玩吧，就这么玩吧。一个烂配的一个阵容，烂配，看命吧，看命吧，存钱在地吧，嗯，存钱在地吧。枪毙！给我枪毙！暴击 ，nice！ 早知道这有时光老头，咱就不要了。先给老母狙来点装备，给老母狙上个龙爪。这把要玩刀锋应该能三，我觉得，但是不一定能锁得住血。刺客没有这神射手厉害，要没有三星的话，这我能干嘛呀？龙刀，青龙刀，这就不能给老母狙了，这就只能给金克斯了。老母狙也撇了，我们现在就怎么的呢？就是整一手天选，哎，现在就整一手天选，现在就在等一手天选之人，别的咱都齐了。你金克斯青龙刀可以无限晕的，老头青龙刀用处不大。A 一下晕一下 ，A 一下晕一下。老头怎么的都犯个大，你这还得是有控制，你知道吧？打着狼人，拜拜。给个天选吧，给个天选进吧，给个进吧，真费劲呢、啊，这是真费劲呢、啊。给个天选那啥也行啊，福星也行啊，你说刀锋都要杀疯了，
这把要吃了，他吃不了。看他们的这个阵容形态吧，吃不了，费点劲，不好吃啊，兄弟呀、啊。这波要碰刺客了，居然没碰，那这位置不太好啊！动！哎呦我操！还好他狐狸不是主 C 呀！哎呦我操！弟弟阵容，弟弟阵容，他叫弟弟阵容。等九级六星天选，你咋不有十星呢？你还六星，还给我整个六星天选，你说我们生还是地呢？地有可能钱都白花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有可能钱都是白花的。生你有什么可上的？这么的吧，如果这一轮我们要是赢了，我们就还这么地儿。我们要是输了的话，我们要是输了我们就地，赢了我们就升，对不对？人家三星寒冰了，天，不像人呢。还好我金克斯啊，稍微的是给点力。三星寒冰啊，不过如此的嘛，兄弟，不过如此的嘛。我可以上禁夫，升，六十，现在还剩三十是吧？现在就升啊，直接升啊！直接升，五费卡给我来，幸福一个天选都没有，日了狗了，真是的，这么差劲吗，兄弟？地雷一出一片狗屎，这什么玩意儿了？这是天选禁服，天选瑞文，要不要天选瑞文？看看啊。要了也升不上去，没用，不要了，换一个，天选小黄毛，耀光使，现在有福星已经没有用了，这福星，小黄毛，来一个。还在耀光小黄毛呢，啊！
老头是真能复活，我发现。老头无尽把我杀了。哎呦我这老头，小花毛撇了，我们还得是要进夫啊。哎，我选个进吧，我拿个进，天选进三星直接吃鸡。呀，小黄毛还能来吗？来个鸡巴毛，快撇快撇，别上当别上当，千万别上当，兄弟们，这一上都上当了，这就有没有天选进？哎，这家伙，天选进夫也行啊！天选进有没有？天选进，天选进，天选进，天选进。天远近，天远近，天远近。天远近。全卖了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进一个人单挑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天选进夫还行吧？天选进，天选进，哎呀，哎呀，到死啊也没有这个天选之人呐。他换位置了，我上边都赢了，我就不换了。嗯，看来还是得换位置，还有一轮机会，天选进，天选进。不是啊，不是进夫啊。没事，我们最后一秒再换。天选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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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！我们成功的靠质量把它战胜，起飞降落。最终我们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三星的英雄。